不是风靡幼儿界的鲨鱼舞吗？阿公阿嬷跟上了流行，但其实他们比较爱的是这个。敲鼓练手劲，还有经典的来刷公牛尾子给。台南市卫生局邀请长照据点长辈一起来跳舞，秀出银发族也有的活力。我们的慈济人也走到我们安平区公所来，那我们的社区也过来了，那整个社区就好像都动起来了。让我们的长者一起跟大家去活动，这是非常好的社交活动。说起要表演，长辈可都很重视，上台前就一再排练，这就是最佳的复健。动作上会比较灵活，而且记忆力它比较不容易那么容易衰退，所以整个活动带上来我们觉得非常有帮助。他会每天会很开心准备活动，然后让他有一些生活重心。透过活动扩展社交领域，也让阿公阿嬷为了维持健康而做的努力被看见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翠清、王庭毅台南报道。